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观众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好，我们继续玩吧。等一下，这有箱子哎。闲聊。然后这边其实有一个心法可以学哈，圣古金药。好，来找一下吧。所以一个是后面那个柱子嘛，这个。然后一个是这个圣之章，君子枪无枪头，什么啊？没枪头怎的枪头怎么捅？然后第三个，好，找第四个吧。好，第四个。古史注记。金之章全主引用我脸，不不不，古之章得其数，上开枝叶。已经是得其数先嘛，是甚至到你第一个。好了，我们来学习心法吧。古要。是金古药圣经哦，学习心法只是由药王族族人满十岁进行仪式的目的，其实是为了让孩子了解药王国以往的过错，以免将来重蹈覆辙。可惜药王国灭门后，这传统也终止了。怪不得小猫说这进行仪式必须大人陪同，看来是为了防范心未定的小孩子深究文字内容。不过我可不是鲁智深养小鬼了，这样有心法放在以前，不管怎么样先学再说。可是你都没有跟喜诺美打声招呼就自己学了，这样对吗？好吧，管他的。2.5% 的几率使敌人中毒，在10秒内扣除敌人现在的 5.5% 的生命。哇，这个，我这个电要花好多的。
修炼内劲提升较多。哦，就这样。好，我们这集就到这边结束啦。所以你要学这个刑法是吧？古药圣经的话，就是要行动门陪同去调查这个中间的药王谷的雕像。啊，雕像完就去调查石碑，石碑调查完再按我们的古药圣经的顺序，就可以记得这个心法啦。OK， 谢谢大家这期收看。喜欢频道的话，频道只会放图片，按下订阅，右脚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子我更新影片就能收到通知喽。谢谢大家这期收看，拜拜。